亲自买，供养在观音菩萨面前，然后再把这个衣服送给贫穷人，你女儿的身体永远不会被男人欺负。哎，这个方法很简单。还有一个各位要记哦，这里面都有写，你的爸爸最近身体不好，一直生病，什么方法最快？把你爸爸的衣服洗干净，送给其他的老人院的衣服穿，他穿了以后这个老人舒服，所以你爸爸的身体就舒服。这就是缅甸佛教按照因果跟佛的力量改变命运，这非常简单啊！再注意听哦，你怕你的老公有外遇跟别的女人睡觉怎么办？我讲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，他们就问了。缅甸老和尚眼睛一开说什么？送枕头给出家人睡，你老公就不会跟别的女人睡，有没有道理？非常符合道理啊！那有一位菩萨说腰酸背痛打针吃药都没用，老和尚也是说送枕头给出家人睡，出家人一睡好睡，你就不会腰酸背痛，这叫三宝力加持。那这里面很简单，不花半毛钱啊，很简单。所以如何帮被关在监狱的人提早出狱啊？那是吧，送他的旧鞋子送给别人穿，他就提早出来了啊，就很简单。那你家里老人家死了，他就发觉好像他没有超度，平常在家里闻到他的味道怎么办？赶快把他老人家穿的衣服全部把他送掉啊，送掉或是烧掉都没关系，他就不会回来了。这就是缅甸1000多年来不变的佛法的文化，非常管用啊。你希望你老公生意更好，不漏财，供香蕉在佛前。你经常头痛，供椰子在佛前啊。你经常膝盖酸痛，很简单，用一块布啊晒太阳，那个热热的力量放在你膝盖阴湿的地方，痛的地方放下去，那个阴气就不见了，再抹上麻油或蜂蜜就不会痛，回去试试看。哎，太阳的力量重不重要？所以医生讲的也没错啊，这个气，这个钙流失啊，关节炎就是没晒太阳，多晒太阳就不会，就不用吃钙片，对不对？所以直接，所以缅甸佛教我一直研究，哎呦，这个还有道理的。所以我这些写出来的都是已经得到证明的，讲的都不是问题。真正有人生这个病，有这个困难，去找老和尚，老和尚跟他讲，然后我就等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啊，真的有用，我才把它写出来。啊，这是不是宝贝啊？太重要，太重要，啊！所以明天各位女生赶快送枕头来啊，保证不腰酸背痛，老公没外遇啊。还有啊，老人家躺在老人院2年了都不往生，很痛苦怎么办？为了帮植物人拖很久的，那你要供养糯米饭供在佛前，那他就可以提早舍报。你会说太简单了吧，你试试看就知道啊。所以缅甸佛教也传流了这些这么好的方法啊。忧郁症怎么办？你开始觉得你有忧郁症了，比较轻微的，在佛前供水，这个水供完拿下来吸3下，然后把这个水洗洗自己的脸，那忧郁症就会减低。还有请注意听哦，你去医院啊，殡仪馆，去某个地方回来，好像觉得被鬼冲到，不是生病，突然身体没力，突然感冒，好像被鬼冲到，怎么办最快呢？用清净的水或是供佛的水都可以，马上吸鼻子呛一下，然后那个众生就跑掉了，在鼻子吸一下，故意让他呛一下，然后就跑掉了。你如果你不管这个事情，3天以后你就发烧躺下来侵入你身体，你就完了。那这一本里面啊，
总共有一两百条，很重要的。那希望大家都学习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那你要一直练习，以后各种状况，你马上就会背出来，马上就帮助对方。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嘛。这一家公司快倒了，怎么办让公司发财？我这个要学。老和尚说，用稻米的壳，里面没有米的壳，用玻璃瓶装好，一瓶满满的塞在公司的柜子里面，他就会慢慢发财。如果要快一点，门口又塞两个镜子，就是在公司的门口放两个镜子朝外，那这样里面内部没问题，可以招财。还要更快一点，老和尚说，那你就挂一个经幡，两面镜子的上面又可以挂这个经幡。所以各位，这种经幡各位可以请啊，五个颜色一排，就挂在公司的门口，飘啊飘啊飘啊，就叫招财幡。这个就是佛法。你不能说老和尚管人家发财干嘛，他发财了，他平静了，努力学佛啊。所以缅甸佛教有这些很好的传承，得胃癌怎么办？得癌症怎么办？如何减低癌症？来，注意听哦。如果你不要有癌症，那这个我等一下要拜托我们果证法师，用白色的布，纯白的干净的布，折好，好像是一个白布啊，折四遍，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四遍，最好旁边写下你的名字，塞在佛像下面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拿出来，这样不容易得癌症。癌症消除，哇，这下我们果证法师忙了。哎，要准备那个佛像玻璃纤维的搬起来，大家塞满，然后一个月再换一次。因为缅甸佛教真的有这个传承，出家人，因为缅甸都是小和尚，为了防止还俗，也要用这个方法。那折的方法不一样，纯白的布对折在中间呢，中间这样放在佛像下，佛像放在上面，这个小和尚不会还俗。这个叫佛力跟法力，因为我用布来垫佛的底，知道吧？那这些他们都是有传承的，整个缅甸都知道怎么做。你希望妈妈很健康，那供红色深色的花供在佛前，妈妈健康。你希望你的祖先早一点超度，明天拿过来啊，一两盆带土的花或是兰花，可以放一个月的，两盆供在佛前，那往生的祖先容易超度。再加上台湾人很厉害，台湾人供完以后马上把杯啊，我昨天有送给果证法师一对，下回请他做多一点，每人送一对，马上问我这个供完以后一放，哎，祖先超度了，佛的力量。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有这么多，我们通通要学。你不能说我只喜欢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这个我不学，这个不是我们汉传佛教，这个不是我们藏传佛教，这个不是我们南传佛教，那你这个叫法执吧，太固执了。利益众生的方法，通通要学。所以来，一心顶礼，缅甸佛教，我想各地方的佛教都一样，所以我十二月初还要去泰国参访，吸收。一月初在缅甸要参访十五天，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方法都给他学回来。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依什么，什么时候帮助什么，那这个非常好。所以那各位 你看了就会，那你就去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了再讲一下，但是各位你如果用过了觉得真的很有感应，赶快告诉别人好不好，登报纸告诉别人，有缘你就用，透过网路告诉别人啊。所以还有一个，有一对年轻的一个小女生问老和尚，我男朋友经常跟我吵架，我很爱他，跟我吵架怎么办？那老和尚说很简单，礼拜三白色的糖供在佛前，两个就不会吵架，呵呵，给佛吃糖嘛，嘴巴甜嘛，所以用白糖供佛不吵架。那如果
别人是故意吵架骂你的，你不希望他骂你，那你要用加糖的水撒在外面给孤魂野鬼，然后家里就没有口舌之灾啊。还有你希望你这个家庭大家都不吵架又发财，他老和尚说种一颗甘蔗在家里，多加水，加水代表发财，甘蔗代表不吵架，这很简单吧啊。所以我想那各位，你这边不能种甘蔗，那你就委托我帮你种在台湾就好了，热的地方头痛中风要开刀，怕头开刀头痛，种两颗椰子在寺庙，椰子嘛头硬嘛，对不对？种椰子在寺庙头不会痛。那你说北方不好种，那你委托我或是我们占日法师在马来西亚护生园，你要种100颗随便你种，种给人家，希望大家不要头痛。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，你不能说这是南传佛教，这不是我们中国佛教，不能这么说啊，这样说就是固执了，就是一种法执不好。所以重不重要？哎，各位要看好，快念完了。所以顺便因为讲到药师法门呢，大家要了解啊，所以印好了缅甸传统佛教文化，我们现在还翻成英文呢，也正在翻成韩文呢，翻成世界的语言推出去，有缘的反正这也没什么迷信，也没什么花钱，你就做做看就知道了啊，就能够改变。但是我还在收集问题，因为只要有人我都带他们去问老和尚真实的问题，老和尚讲出来的啊，按照缅甸佛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，所以会收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，也希望每个人都真实上品上身啊，而且这一辈子一点都不浪费的累积功德，达到最高的十地菩萨啊，十地菩萨就准备做佛了，十地菩萨再上去就是弥勒菩萨，叫补处菩萨了。所以希望各位要精进。你说这很难修哎？不会啊，观音菩萨在因地听了清净住如来念大悲咒，哇，他发起菩提心，从初地到八地呢，顿超八地，哎。所以我想你真实发菩提心，愿意去承担，虽然我们能力有限，但是各位心力无限，经过医院祈愿，所有医院真心的祈愿，愿他们早脱离病苦，这个最重要。早上睡醒看到太阳要拍什么？拍念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，太阳菩萨普照大地，大家发财，你真的相信了，那个地方就 OK 了啊。所以各位对天对地对海我们都祈愿，看到大海哦，南无宝济如来，所有海上船只无有灾难，所有海内众生安享天年，将来离苦升天，南无宝济如来，你要这样祈愿啊，真实这样祈愿。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每天不管你在哪里修行，最后来以此功德回向大药王寺，普渡殿内外有情众生往生净土，好不好？拜托一点点功德啊，你要把自己走到哪里那个地方都成为你的责任区，永远不要忘了它。我想你生10个儿子，你会每个都看得很紧的，那作为一个菩萨，你每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成为你的慈悲的责任区啊。所以你所做的功德要一直回向大药王寺的每一尊佛菩萨，因为人家来大药王寺一拜佛菩萨都得到你的功德。所以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三宝尊，全世界的佛像佛塔佛经都有你的功德，因为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放生点灯，都融入在所有世界的三宝的形象上面啊，也供养了诸佛菩萨，然后所以你在这边放生，虽然你先生很讨厌放生，但是你先生很喜欢拜观音菩萨，但是你放完生的功德供养三宝尊，所以你先生在拜观音菩萨就得到你放生的功德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我们要对所有菩萨供养，也对所有灾难升起慈悲心，所以愿大家都
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要追求上品上生，好不好？那上品上生就要这样发愿啊，随喜功德精进啊，希望这辈子自己长寿无病开智慧啊。所以大家真心的发愿，也带着父母祖先六道友情一起发愿来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3月23号至3月27号香港弘法行。